26，总统蔡英文到台北市南京市场扫街，支持民众看到小英超热情，排出长长人龙欢迎。未来0到6岁，国家帮你养的政策，我们最热的掌声欢迎蔡英文总统。小英总统对儿童的重视，不止抛出利多政策，从和小朋友的互动也看得出来，还特别牵起身旁小男孩一起合照。南京市场刚好在台北市中山区和松山区交界，也借在第三和第七选区，都是艰困选区。小英总统第二次到市场扫街，就是要帮吴怡农和许淑华拉台选情。这个见面哦，问好，我觉得是感觉蛮好的了。这些他们的选区都是历来我们比较困难，不过这一次我们的机会啊，非常的好。力挺自家小鸡拉台立委选情，小英也把炮口对准韩国瑜，对韩国瑜提出废除年改政策，总统认为不负责。多退休基金的财务的困难啊，或说任意提出来说要调整，或者是把它废止啊，没有提出负责任的财务规划啊，我觉得这个只会在让这个事情啊又起争议。面对2020这一仗，小英总统很有信心，因为就算市场挤得水泄不通、寸步难行，支持民众也还是抢着要亲眼看到小英。三立新闻黄大峰、许敏娟台北采访报道。